在所有的医学领域里面，神经医学是21世纪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在台北医学大学的三家附设医院里面呢，我们有非常充沛的神经医学相关的人力。我们在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神经放射科、复健科跟精神科所有的主治医师合起来有超过120位以上的人数。希望我们在病人的服务上、在教学上以及在研究上呢，我们都能够更进一步，那达到国内领先的地位。这台 ROSA 机器人呢，它是可以针对我们病患在手术中的轻微移动都能够随时追踪，这个动作呢对精准度呢非常的重要。台北神经医学中心经过审慎的评估，为了提升更精确更安全的一个手术，所以我们就决定引进这一台呢全世界第三台也是亚洲第一台的机器手臂。我们脊椎的影像呢，好利用电脑来萃取这个大数据哦，那我们可以用电脑来学习我们人工这个打钉子的一个的角度跟技巧，我们可以在开刀房及时确认病人的安全，不需要把病人移到病房去。那这是我们实际操作的一个画面，在手术的当中呢我们会利用一个及时的一个 O-arm 它算是一个电脑断层扫描的一个仪器所以我们在手术中呢我们可以一个及时的一个得到一个病人脊椎的影像。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虚拟的一个图那这个红色的部分呢是电脑所那个模拟所计算出一个最佳的路径那这个绿色的部分呢是我们实际打的钉子的一个角度，那透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执行的一个精确度。一般而言，在民众来说最常遇到是腰椎的问题，因为腰椎随着我们的年纪随着我们的工作它慢慢会退化，退化之后呢造成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包括腰酸背痛，有些甚至会影响到走路，走路的时候越走脚越痛，那走一段时间就必须要休息，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叫做间歇性跛行，这个都是脊椎受伤或者脊椎退化造成神经损伤常见的一些症状。原发性颤抖症是最常见的一种不自主动作的疾病，那原发性颤抖症的特色是双手通常是对称性的，会有姿势型的颤抖，通常在拿东西或者是平举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快速的颤抖的现象。目前对原发性颤抖症的了解认为是一种小脑的功能性的退化的影响，但是它跟其他的神经退化性疾病不同，就是说它的退化是相当缓慢，所以可能在渐进式的在5年到10年才会有一些症状上的变严重的状况。神波刀在治疗病人目前那个食药署的适应症就是原发性颤抖，好处就是有别于传统的开颅手术，它不需要手术，它不需要在头上钻洞，也不需要全身麻醉，病患的那个接受度和负担就会大大的降低。目前比较适合做这样子治疗的病人就是要看头骨的骨质密度，那他们会算一个头骨骨质密度的比例，就是他骨质密度最多和最少的比例，如果是大于0.4的话，那就非常适合做治疗。 ROSA 机器人手臂它最主要目的就是减少人为的疏失，精准度会提高。神波刀它最大好处就是说它可以重复很多次都没有关系，也基本上它在我们身体上不会造成那样的一个伤口。那因为有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关系，所以在未来在研究上来讲的话，可以让我们在脑部里头去寻找更多其他地方可以做类似这样的治疗，这就是未来这方面研究发展可以努力的方向。台北神经医学中心的教学的部分，第一个是住院医师的联合训练的部分，第二件事情我们在推就是比较不容易达到的一些课程，比如说神经病理的课程。第三件事情，我们其实也成立了一个 LINE 的群组，我们会把临床一些比较不容易解决的病例一起做线上的讨论。第四件事情，用台北神经医学中心的名义出版一些书籍，也可以分享给全国甚至于全世界的神经科的医师们一起来使用。我期待在我们所有的同仁不断的努力之下，台北神经医学中心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真正成为国内不论是在临床服务、教学及研究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国际级医疗机构。